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 QDC NSE 护发油。这个 NSE 护发油它主要的成分是用于葵花籽油和莫洛哥坚果油所提炼而成，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的深层滋养我们的头发，恢复我们的头发的弹性，滋养我们的头发受损细胞，而且它还能够治治我们的头发受损，可以软化我们的纤维。要是我们的头发纤维不够软化的话，将会导致头发看起来不自然，而且非常的毛躁。所以有毛躁头发或者是难以梳理打结的头发的朋友们，都能够用上这一款 QDC NSE 护发油，请大家不要错过它哦！谢谢大家。